是左手旁边的右手，这里是右手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右手画频道。今天录制影片的这一个目的呢，主要是我即将把我做好的木片，就是都上色完毕了，我决定把它们卖出去。这是我第一个决定要卖的作品。这些呢只有9个，就是大的3个，中的3个，小的也是3个，一个都不一样画，都不一样哦，前后两面都不一样哦。这是唯一一个同色钥匙扣，唯一一个，因为我怕有些人会不喜欢同色嘛，因为看起来就是旧旧的，然后带点复古嘛，所以呢我就只是拿一个半了。然后还有前后两面都是星空，好，放下。前后两面都是星空，我很喜欢这一个红色星空，那是星空的中心。然后呢我之后会将这些图片呢上载到我的 Facebook，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， 我的 Facebook 我之后会放在底下，然后让你们知道我的 Facebook， 你们可以到我的 inbox 去留言，然后呢告诉我你们喜欢哪一个。这3个的大中小的价钱都不一样，那我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会告诉你们价钱，然后呢告诉我你们喜欢哪一个之后呢，请汇款给我，然后当我收到你汇款之后呢，记得给我你们的名字、电话号码还有邮寄地址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些选择的作品寄给你们。因为只有9个嘛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的话呢，要快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喜欢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的作品的话呢，尽快给我知道，不然你们喜欢的将会被人家给挑走咯。记得不要忘记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喜欢看我画什么。那记得 subscribe 我之后呢，点击小铃铛，那么每当我上载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就能看到咯。那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最后还要自清明记，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，最爱你到远处传来你的相思，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，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。